刚跟老妈商量买菜回来，买了点蘸酱菜，还买了点柳根鱼。老妈挤鱼呢，我摘菜。今天我大姑姐还有公公婆婆他们过来吃饭。今天咱们一会儿挤完鱼，咱就开始做菜。今天做八个菜。8道葱，这葱是妈年前摘的，你看现在长得多好。这种葱我们家已经吃没四盆了，这是三婶那天摘的，也长这么高了。老爸在收拾屋子擦地呢，然后弟弟在这扒葱，他俩负责前厅，我和我妈负责后厨。油热了，把材料倒锅里爆锅。我们就下锅了，往里喷点料酒，放点糖。点醋，加水。我这肘子切切，切切放盘子里头，搁油锅蒸就得了。放点花椒面，放点盐少。葱花。放点生抽、酱油，切两瓣土豆，又做顶上了，盖上锅。哎，这确实这个亮面好看，啊，这粘住了。老弟和我老爸抬了两箱啤酒回来，爸，你今天喝点不的？一瓶，喝一瓶，多喝上。我公公还有婆婆，我大姑姐他们到这儿了。你俩咋来了呢？弟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我跟你妈打电话了。还不来了你？被逼无奈，可得拿着他的票。没啥，婆婆家不是的。是啊，嗯，我老弟要下轿，他要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下轿。这轿口不是让爸又砌起来了吗？今天打村，我妈说让他下里边去够两个萝卜。慢点啊，慢点啥呀？我先整吧。今天不是打村吗？然后够两个萝卜。我们这儿有啃村的这个习俗。哎、不行，我下不去啊！我下不去。你不行，卡这儿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妈呀，李冬雪啊，我跟你我真闹呢，这也是抢下去，我抢下去，是闹的，就拿两绿一个红的呗，不拿红皮的，圆的没有绿皮的吗？我好好找着我得啊，嗯，就拿绿皮就对了啊，红的不要，红的是熬菜的，红的都是圆的，你就拿两个绿的。没几个，不是没有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慢点上来啊，萝卜我先拽下来了。打脑瓜子。不能。好啊。啊！窖里边是不是可暖和了？哦，啥呀？你这拿我大礼拜天过去了，这啊！哎呀！这要妈下去就不能这样。来，瞅我裤子造的，来你看看，瞅着来，你看着裤子来。没事，我给你洗，一会儿你都脱了，我给你洗。哎呀，瞅你我可来馅了，我都。行，别盖盐了。这会儿不是我上次逛的人哦。挺脆哈、哦，嗯，这是个啃春的，嗯，尝尝这个萝卜，这是水果萝卜，这咱家穿甜吗？啊、嗯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甜不甜？好吃，甜，脆生。炒菜吃饭，先炒啥吗？先炒鸡心，油热把鸡心放上，让它干巴的，搁油，鸡心炒差不多了，先放上葱花。放上蒜末，放上
放点蚝油，扒拉扒拉就出锅了。这个是圆葱炒牛肉，糯米笋炒肉，然后这个是皮冻，老妈自己熬的猪皮冻，还有干豆腐，有蘸酱菜，尖椒溜肥肠。一鱼好了，这锅里还有鱼和肘子呢。这肘子啊。酱焖柳根鱼，挪个地方。开饭了。开车，我不劝你，我不能喝，不能喝。这张桌是喝酒的。老弟，你今天还喝吗？加点老酒。拿什么？有饮料，这红牛来的。你倒点那个。这种菜太牛了。多吃点啊，老姑父。既来之就安之，不会光加。我一寻思，今儿就能见着。这张桌都是不喝酒的，多吃点啊，大姐。好嘞。老姑，妈，你都多吃点啊。我不会庄稼。来的都不是那个。过年都没回来，你看重眼啥他。嗯，太忙。妈呀，我不是有工夫，初二就上班。那饭店没工夫。真的真的。这两天人少，吃不上。那就太卷呗，大姐。卷了。都愿吃蘸酱菜，蘸酱菜下货。柳根是东北的特产的，是吧？嗯。上牡丹江去，就这玩意，就这鱼。还有一种就是这么长的，比它还小，那能吃。